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我又有一只宠物可以升五星的神灯啊。OK， 那就给它进化。人类的秘法十倍黄金，这个好像不重要。偶内有黄金的箱子，一定几率自动打开。最高是多少？没有水最高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哇哇！咦，那我为什么要升这个？好像也没有很重要耶。好吧。OK， 然后他可以拿到的关卡就4-1、6-5、8-10，然后后面不知道，后面好像没看到，然后拿到11-4，好吧，这个大概就这样啊。